两脚一肩同宽，两手伸直，然后两手向后拧，就像我们开门的开门这个钥匙一样，向后拧一下，好，向上提。这个左手再上再下都无所谓，向下放，向上，向上举，分开，向下展平，勾手，放松收回。念的时候不要注意呼吸，自然而然。举的时候要用点力向上举，竖的时候在这里要放松。这是念三焦之气，第二节手坐前后，固身腰，向前冲，分开，向后，向上提，向下推，推的时候身体以手不要挨得太近，合掌。翻手，向后，中部。向上提，分开，推的时候不要擦着身体，别太脸往下推，两腿伸直，合掌。用六七成的力量，身体要放松，力量是在手跟手腕上。第三节，调理皮肤虚单举。每一个动作收回的时候要消停一下，移到左边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一个向上举，一个向上按，翻手握拳收，收的时候就感觉有个东西给它上下拉回到中间，向上举有个东西给它托举上去一样，翻手握拳收，移到左边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。调理皮肤虚单举是一个手举，一个手往下压，身体要放松，用力都在手跟手腕上，向上举，翻手，握拳，收。到右边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向上举，身体靠右边，身体要站正。翻手握拳收，收的时候就好像有个东西给它拉回来，坐到每个地方有稍微停顿一下，翻手握拳，五指并拢，手不能张开。第四节，左肝右肺入晒雕，向左快大步，向左伸展一肩同平，转圈，掌心相对，转两圈，向上提，右手变掌向下推，拉弓，翻手握拳，握拳以后是大拇指压四个手指头，向右伸展，一、二，向上提，左手变掌，右腿弓步，拉弓，眼睛看左手手背即劳宫穴，翻手握拳收，转圈。左肝右肺入晒雕是调理肝跟肺，
多练习这个动作对肝肺有好处。拉弓，拉的时候是手用点力，就像射箭一样，扳手握拳招。握拳，向左身边转一圈。向上提，第五步，回头望祖去心迹，向左跨一大步，向左转，左手向后撤，右手向前推，翻手，握拳，收。这个是调理心脏的。左手向后撤，右手紧紧向下推，看右脚的后脚跟推一下直线，向前倾斜，扳手两手伸直，握拳就像一个东西给它拉回来。向右，右手向后撤，左手紧紧向下推，眼睛看左手，直接扳手。握拳，收。向左转，左手向后撤，向下推，右手向前推，翻手，握拳，收。向右，右手向后撤，左手向下推，眼睛看右后脚跟，翻手，收。第六节，五闹七伤，向后翘，两手向后撤，两手交叉，掌心向上往上走，向下压，两手伸直靠近身体，眼睛往回看，从头往下慢慢地向左向后，看到后边看不到，然后往回走，再向右向后，用神光往体内照射，回到中间，再向左看到后边，用神思看到后脚跟，有些人能看到，有些人可能看不到，神光只要往那一照射，精气神已经到后脚边，已经到后边了，只要往那一想就已经去了。两脚要保持站稳，两脚站稳，身体往后拧，腰跟肩头一起动，两手一定要靠近身体，眼睛可以微闭也可以睁开，回到中间，眼睛睁开，扳手握拳。第七节，凤凰展翅周身力，向左跨一大步，向左伸展，转两圈半，一，手心相对，二，三，在头顶向右劈下去，向下点，点三下，一，这个是腰跟头胯一起往下走，二，三，两腿定直，腿不要弯曲，转圈，一，二，三，这个手往下点的时候是腰跟手一起动，这不是光手动，手不是往下动的，是腰带动它一起点的，点三下，好，转圈，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二，三，转圈。第七节它是周身的力量都在动，往下点，往下点的时候手不能弯，手要伸直，一，二，三，
向下点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转圈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转一圈，向上起，握拳收。第八节，两肘定定，五十下，两手张开向后侧，交叉，向上掌心向上，扳手向下压，两脚并拢。这个身体跟着手一定要靠紧，手要靠近身体可以保护五脏，因为在蹲的时候它是上下蹲，任意跟走脉它会有影响，所以要保持它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前面两下要慢一点，后面三下要快一点。蹲的时候不要太用力过，消四五成的力量，手一定要靠近身体。八个动作练习的时候不要计数，自然而然的。哪个动作喜欢可以多练两遍三遍没有关系，就像你吃饭一样，这个菜喜欢吃我可以多吃点，这个菜我不是特别喜欢我可以少吃一点，就可以少练一遍都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计数，不要练哪三遍还是四遍行不行，哪个动作多的少的无所谓的，没有关系。好，分开，扳手，这是收工，收工的时候全身放松，放松心想所有的热气往上走到头顶百会，然后向下降，像下雨的雨水一样往下慢慢往下走，经过身体到腿部往下降，一直把它把这个热气送到脚心涌泉穴。啊，我们起势的时候是从这个脚底下往上走的，往上提的，然后收工还是要把它送下去，这样收下了以后是全身都要放松的时候再收工，放松全身，然后可以收，这样动一下，这是最后可以站多久，站得比较久的，然后身体比较僵硬可以蹦一蹦跳一跳随便跳起。